Hello，大家好，终于可以吃饭了，特别饿，因为我昨天急性胃痉挛，所以呢，就这两天的饮食还是以清淡为主。然后我今天就炒了一个素菜，西兰花，然后还熬了一碗小米粥，还有一个馒头。哇，喝点粥很舒服。这两天的饮食还是要多注意一些，然后吃饭也不能吃太晚。现在已经8:40了，没有办法，晚上回来自己做饭的话，基本上到家回来然后做饭吃饭，差不多就已经这个点了。这个时间点我妈妈已经吃完饭了，我每天回来先给我妈打个电话，问她在干嘛。她基本上我到家的时候，她已经都吃完饭了。我妈会说赶紧做饭吃吧，那么辛苦一天，然后我就赶紧做饭了。新买的这个小米不是特别的香，熬出来不是那种特别黄的，下次重新再买一些就是黄金小米那种比较好。好了，那不跟大家说了，我要开始吃饭啦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